林董事长，赵律师已经将你的 case 交办给我，除了离婚协议书以外，迄份文件是我伫看过恁甲恁太太的经济条件以后所做的评估，内底有针对恁离婚以后的财产分配做建议，请你想看卖。若有啥物意见，阮再来做调整。尤婷啊，你千万别甲明月离婚哦。王律师啊，你的建议吼，我会先看卖，看煞了我再甲你联络。好，那安尼我先离开。尤婷啊，你到底是变啥梦？妈，你莫烦恼啦，我知影我家己伫创啥。不只志玲哦，在我来的时阵哦，我就叫伊先转去啦。我想讲，咱要讲这款代志哦，是坐伫身躯边哦，总是较无方便啦。妈，即摆来就是要问，看你到底是伫想啥物？嗯？啊，你别甲明月啦，阿阿婆安几十年啊，吵吵闹闹，啊，到即个时阵想要离婚，无你闲啦，心肝了瘫痪啊哟。妈。歹势啦，我活到这个岁啊，过来你替我操烦。也不过啊，我讲离婚，我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啦。你也知影，我甲明月个性哦，天差咧地啊。迄是因为迄当阵啊，我要维持迄个家庭，我嘛要报答伊迄当阵啊，帮助我度过难关的。那无我介意啊，根本是困共一领巢，伊的心我抓袂着。即届啊，我真正是自扎袂掉啊，我才要离婚的。妈，我感觉哦，我真正足不好的。我从明月出离门了后啊，咱家也无一工平静的啦，互你吃遐济苦。无空的人是我，我当然要负责来补啊。就算讲我这个岁数啊，离婚的请求，我嘛爱面对啊。是讲一个人一个性格啦，明月吼，想要伊的性格，别人较袂当接受啦。啊，若要讲伊偌歹吼，嘛唔知要讲伊啥物啦。啊，你娶某来啊，也毋是讲要娶伊来哄抬我啦。啊，若真是一个好媳妇。我就算讲较福气、较好命啦，啊！伊若唔哄抬我，我嘛是无法度。你想看卖，自从伊来咱厝了后，啊，无食咱一嘴饭，啊，是穿咱一领衫，啊，人伊伫咧找金枝玉叶、尖脚幼秀，咱哪会用叫伊来遮做牛做马啦？妈，我无要求明月哦，爱做一个一百分的媳妇啦。也毋过伊也袂当哦，看袂起咱家啊。你看伊两人。目睭哦，生伫头壳顶啦吼，一线动作牛车链，伊无风台里就准拄煞啦。三长四短，伊倒一项做会着，伊就干那替我生一个保镖查某囝倩倩啦，其他啊无一项优点啦。你讲看卖，这款某出入门是要创哪？讲则讲啦，过去你嘛学唔着，明月是较自私啦。啊，是讲伊会安尼做吼，遐尼搞乾坤，嘛是为着你啦。啊，若真像要讲伊对伊歹吼，实在讲，我就是看袂做讲伊伤害的秀英这点哦，我袂晓多通接受啦。哎呀，妈，伊都唔啦伤害大嫂一个人，啊，大遐因口走，倒一个无去有糟蹋过，你都唔知哦。我即马看着大兄，我的头啊，我都压袂起来。我即马对另外囡仔吼，已经真崩啊啦！好啦，我吼娶新妇吼，是爱讲恁翁仔某两个互相扶持，啊互相爱护，啊恩恩爱爱，啊毋了成一家。啊，若看恁即马安尼吼，安尼冤家娘婿，安尼大家斗阵阵啊，这么痛苦吼，嘛毋知要安怎讲。好啦，你家己拍算啦，看决定安怎。我的代志你免考虑啦。
我给你买鸡汤，汤小啉啦。妈，汤哦，你赶转去，以后我免你照顾。来，这是律师写好的离婚协议书啦，啊，你摕去看卖。 看你阁有啥物要求，你就讲出来，大家好参详，足好，真好笑啦。你真正要甲我离婚？对，你嘛真清楚，伊早就算讲哦。 我对你管啊不完啦，离婚这两年哦，我袂挂伫嘴，迄是因为我对这个家庭、对你的尊重。也毋过后来我发现啦，我对你的尊重哦，迄拢是假的啦。因为啊，我对你愈好，你是愈超过，所以拜托你啦，大家哦，莫小孩啦，较早离离。 妈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德已经去世了，你袂用好意安尼对待我。妈，有德想听你的话，请你替我讲几句话，你叫伊唔通甲我离婚。妈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 恁细金的，拢是自私自利，无情无义。我的青春、甲心的，拢用在恁兜。即摆唔免我，就要甲我豁出去。我徐明月，互恁当作啥？你讲要离就要离，我唔离婚啊！ 掠掉哦，我有真济，这影印出来都有啊啦。我看啊，还是赶紧离离的啦哦。你若是比我惊法医哦，对你是较不利哦。真有的，我恨你，我袂顺你的，让你这么好吃苦。 阿妈，阿金，伊是咧哭啥？阿姐，阿金伊个性就笑笑咧，就动作伊都起笑就好啊。阿姐，你今仔敢有感觉较好？有啦，真好啦，多谢恁的关心哦。无啊，你这个副董事长啊，是掠过去换来哦。 啊，拢免上班，规工才要甲好你拍拍照。哎呀，妈，人用权哦，伊都惊我伤忝，伊爱我做贵妇就好。讲慢嘞，你唐永权付你薪水，啊，你莫管代志，你明明就是为着要省麻烦嘛。哎，你这个无敌破坏王啊，死公司哦，迄根本就是公司的灾难嘛，你哦，想如何如何哦。 破坏王出手啊啦！哦，我这声也好嘛，袂完全啊！你个讲，我来较紧的啦，听啦！哦，阿妈，我电话帮我接一下。喂，喂，前女友，你到位啊？哎，什么前女友？哎，阮新厝已经有未婚夫啊呢，你莫乱来哦！ 你甲我后背卡，我来甲伊切断掉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我唐永权啊。啊，永权哦，哎，啊，你来讲什么前女友？我就是我听唔到，我电话要甲伊切断哦。
阿妈，无啦，当我娶新如意哦，我就无女朋友啊，所以我拢叫伊是我的前女友啊。阿妈，新如咧，那是你接电话？阿罗，新如即马你甲小飞斗阵啦，啊无闲通接电话。啥？金新如甲曾小飞斗阵？曾小飞进前就甲伊金新如啊，刚讲即马袂死心。阿妈，阿妈，换你啊！ 你甲我先甲曾小飞定好掉，莫予伊动着我未来无？我即马随过，好，拜拜。曾小飞，来，阿妈，他好像伊讲啥？讲哦，伊妈想要来啦，来遮宣布主管啦，叫你袂使接任任何的查甫人啦。啊，哎呦，我未结婚就这样甲我食醋，好烦呢。吼。 我甲你讲啊，你莫了暗爽啦，若无哦，你会得来伤啦。我的代志你莫管。哎，曾小贝，最近无闲啥？刚刚你隔壁厅打工哦？嘿啊，我多啊，我阮姐啊，就讲哦，我30岁才会使动用我遐的基金，我当然嘛爱想办法饲活我家己啊。 哪咧？你伫隔壁厅打工，薪水足足啦，敢有够你拍妹妹？欸，我最近有识一个仙姑，伊个世界共骗人哦，骗钱安尼，啊你是八家九，啊无你去找拜师学艺。哦，你讲乱石心哦，乍听过啊，啥物咧桃花障眼咒？吼，我咧讲啊。 我迄三百俱乐部确实有人真正是百家将啦，啊，毋过伊讲哦，迄伊啊根本就拢咧喇叭好无啊，佮向伊一种相信，啊，体育迄钱哦，趁到百百百，真正有够无天理的。欸，啊，毋过你的建议听起来，敢若袂歹呢？啊，既然我无法度做迄新农开发的总经理，无安尼归去啦，我聊落去为迄宗教界发展，欸，即条路袂一定足好趁的呢，哦。 我甲你讲，算起来当作是真个哦。哎，啊，既然你有遐侪朋友拢是在遐软实心啊，伊是毋是真正有一个师傅，你去替我探听者，伊迄个师傅是毋是真正有本事？好啊，我替你探听啊。啊，毋过，啊，毋过。 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你讲啊。来，好，金姐，来。金烈头啦，金。林先生，你是安怎跟曾小飞这样亲密？我拄才是你家拍呢，我哪有跟你亲密？ 打事情，骂是爱，真侪少年仔开妹妹的部署啦，迄拢是咧耍存在感，你若是较拍，伊就爽着啊！你千万唔通中意个，知影无？张小贝，我是甲你警告哦，你千万唔通敲电话女朋友。我讲什么想要做盛唐的总经理，就算讲你来应聘总机的，我嘛阁需要考虑啦。 头前，你即马是毋是咧食醋？哪？我哪有咧食醋？你倒一个礼拜就看到我咧食醋啊？啊！你拄则毋是甲我讲，不准你敲电话女朋友哦。啊，这就是咧食醋啊！虽然讲女朋友安尼叫有淡薄仔青分，啊，你若是吼，万一改叫做未婚妻？ 我也很可以哦。哎，歹势哦，两位啊，这公共场所呢，恁伫这公开放闪嘛，伤超过伊啊，足无公德心的呢，迄人来看到哦，咧想甲青梅伊啊啦。啊，搁有啦，坦白讲啦，啊，我就已经放弃金星如啊啦，我只是哦，带伊来这看因阿嬷啦，啊，其他我真正无啥物想法啦。 是啦。
不得刚刚坐客人车哦，就深嘛，就了解。有当知道会当咧骑好多摆飙风，嘛真趣味啊。骑好多摆啊，我嘛会晓啊，是安怎无我送？你骑好多摆送我，我敢有听唔到？你安尼搁听无？来，对我来。全，你找我来这创啥啦？七夕情人节要到啊，我要送你一份神秘的礼物。你要找我吃五星级大餐啊？啊，不过公司附近敢若有路边摊呢？别紧啦，就算讲是吃路边摊，只要会当跟你做伙，我拢会当。多谢你这么赏脸。也唔过，我要给你的物件是袂当吃的哦。你即摆目睭开开，剩二十秒。啊？乖，听我的，目睭开开，剩二十秒。二十、十九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、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。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当当！哇！哇！不是要骑车送我，你是直接送我一条乌托邦？我唔对，这就是我要送你的七夕情人节礼物。你请你看 ，I love you。虽然讲我袂晓骑车，但是你会当载我去兜风，安尼唔是一箭二顾，佫会当耍浪漫。安尼真正足好个呢，董事长老。多谢你，我也 I love you。哦，这台我知影啦，岛内衣物嘛袂歹穿呢，而且我嘛买得起啦。啊，是讲这红色真正足水的呢，确实哦，适合新女来骑啦。算你百岁啦，这台车优点真正足多，啊，不过上重要的是，只要新女家己骑车，伊就免坐你的车。哦。讲来讲去哦，最后这句上重要啦。唉，是讲我会使哦，予你这个董事长吃醋，嘛是我的荣幸呢吼。啊，不过啊，你这个董事长不是出足足大个吗？啊，哪会送伊乌托邦，不是送伊法拉利啊？这小飞，你是要啥啦？我爱法拉利要创啥？一台包停车位这么歹找着，我骑乌托邦就好啊。搁再讲，我爸已经有货啊，咱予伊睏较暗的。以后我骑这台乌托邦送你去上班，有听到吧？要是我的女朋友体贴，那是一种要爱法拉利来炫富的查某囡仔，我才无可能介意。也唔过，董事长老公，我若是要载你吼，咱需要两顶安全帽，啊，这车厢敢放会落？啊，安全帽若是挂伫外口？会用偷客气呢？你放心啦，小借我一下。噔噔，三五零。哇，这社会这么大手，拢看得落。安尼靠两顶安全帽绝对无问题，无问题，这完全是为了设计，而且伊阁有两个隐藏式挂钩，一个伫遮，另外一个伫遮，安尼咱一边会当放烧的，另外一边会当放冷的，咱去夜市买物件食的时阵，冷热时就可以分开放，而且阁有。
超宽敞，前脚踏空间，连行李箱都放得下。要放咱的大型柴犬娃娃，那也没问题。哦，这真正就袂歹呢，我嘛想要买一台啊呢。你查甫啦哦，骑阿姐应该嘛足轻盈的哦，先来甲伊翕相一下哦。翕啥物啊？要翕相，嘛应该是我先翕吧。这是阮董事长老公送我奥多曼的，就算讲要翕相，嘛应该是我翕头一张相。你若是介，你家己去买啊。董事长老公，我载你去兜风。天涯海角，我陪你去。老公，我们出发。好。